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享乐厨房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哦，我们在当季顺时令的小黄瓜的健康料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，我们今天桌上的食材哦。那果皮的部分呢，最丰富的就是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哦。那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，会由肝脏把它合成维生素 A。那黄瓜肉的部分啊，你们看哦，来，好脆，对不对？哦，黄瓜肉很饱满，里面都是维他命 C 哦，所以呢，黄瓜的部分在夏天你们可以把它拿来入菜，那做凉拌菜也好，清炒也好，然后打果汁也好，哦，这个都是很棒的。好，那黄瓜做凉拌菜呢，第一个你们一定要杀青，好，杀青过后呢，这一个皮的这一个涩味就会去掉，哦，所以第一个就是用海盐，哦，先把它抓过。